我郭冠铭啊，实是搞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。郭冠铭是2300万内面的一个啦。我是希望咱的少年对家己的国家做一个国民的意识，唔通忘记。只要恁的正义感，做恁的行动，无必要去考虑什么嘢。对你的良心会当做的代志，你来做。即马这个时机啊！是少年人要发挥的上好的时机啦，所以我个鼓励咱的少年的朋友，发挥恁少年人的正义感、人生感、价值观。台湾哦，将来哦，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。